莫尘，你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你再这样强行修炼七绝，迟早会身心俱损。无赦师兄留下来的七绝心法并不完整，它有它的过人之处，但也有它的致命之处。既然要练它，就必须得摒弃七情六欲。可是你…… 官府的人，江湖上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官府插手了？识相的赶紧走，就是我刀下无情。秦都尉，这几个人经常在这附近闹事，周边的衙门没一个能插手的。一来他们武功高强，二来确实官府不便插手这些江湖之事。听到没有？这是我们江湖上的事，不想死的赶快给我滚！是吗？ 好大的口气！你哪冒出来的？少主，这些人自然是不会知道游龙公子的名号的。游龙公子，娄家堡堡主娄轩，你们几个如果下次还敢在京城闹事，让我碰见的话，我一定会陪你们好好玩玩。他们赶紧滚！娄公子，好威名，岂敢！ 如果可以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身边。既然他忘了，何必强求？ 自主地来到了这里，我不会放弃，所以你也不许忘了。我爷爷做梦梦见的那个人，究竟是不是你？我日日夜夜都在问我自己。 是谁每天到梦里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忘了他？原来是你，是你夜夜催我心智，你杀人如麻，你连阿如都不放过。 今往后，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好，三哥，你说妹妹把大家都召集过来。 会不会是商量如何退婚的？一定是你跟我女儿说什么嫁人的事情，所以
所以他才把大家叫到一起。哎，你说，万一他说他要回太乙山，这可怎么办？闭嘴！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哎，冉冉，冉，爹，娘。 对不起，冉冉任性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今天，冉冉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冉冉的决定。嗯，爹，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跟着喜娘学习礼仪。 我们的女儿长大了，嗯，怎么还跟我摆样子吗？你把女儿还给我。女儿只是嫁人了，又不是见不到了。嗯，你给我端正态度啊！哼，你先坐下。坐下。 转过来，睁眼看我，看我。你青楼的事情，还不够你后怕的吗？好了，别不高兴了。我们最大的期盼不就是希望冉冉幸福吗？既然你我都觉得秦朗那孩子人不错，家教也好，老秦又对我们家冉冉喜欢的不得了。 又没有姑嫂妯娌之间的琐碎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可是我生了九个儿子，才得到冉冉这个宝贝儿的。你现在让她啊，让她去嫁给别的男人，我想想我就心疼。那老秦家也在京城，如果你再三推阻，到时候皇兄就真的要把她送去和亲了，那时候可就不是心疼的事儿了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找老秦说这事儿啊！这就对了，但是你也别急，那老秦啊，那么喜欢我们家冉冉，他比你更急。那是，我们冉冉是谁？我们冉冉，那是。妹妹。 秦朗是不是逼你了？啊，是不是？妹妹，你现在就告诉哥哥，如果是秦朗那小子强迫你嫁给他，你哥我现在就冲过去把他给撕烂剁碎，再拿去喂狗。妹妹，你这是要把大好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一个男人的身上，你觉得这样值吗？妹妹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哎，反正我不管。妹妹，你要是嫁过去。 我明天就去把将军府给拆了。妹妹，是娘亲逼你的。如果是这样，大哥现在就告诉你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就把秦朗那小子打入刑部大牢，让他亲口说出放弃这门亲事。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 你们大家都别说了。妹妹，哥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选择，但是哥哥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话，一定要告诉哥哥们，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出主意、想办法，而不是用你自己的一生去妥协。你明白吗？是啊，妹妹。
你说，你要是不喜欢秦朗，却嫁给他，将来怎么可能会幸福呢？你要是不幸福，哪怕有一丝的可能，我就有要杀了秦朗的心。哎呀，朗儿啊，今天下朝之后，苏丞相他告诉我，萧冉冉已经正式答应婚约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一定啊，是为父之前去见萧冉冉的时候，我俩是一见如故。他看我这个未来的公爹，慈眉善目的，啊，我们又相谈甚欢，于是就答应嫁给你了。哎呀，这以后啊，我也可以在那帮老东西面前炫耀了，我老秦也是有女儿的人了。爹，冉冉她真的答应了吗？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冉冉她可是看在为父的面子上才答应的。等萧冉冉嫁过来之后，你可要好好的对她。是，爹。日轩，你去了哪里？伤好了吗？有没有回月灵宫？会不会想起我？不是伤得太重了，特别疼。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啊，平时你一躺下就睡着了，这两天翻来覆去的不睡觉，莫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没，没事儿，没事就好。睡吧。可是我，姚斌，你我相遇是一场缘分，你待我好，我也把你当作知心的人，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今天，我也把你当作好姐妹，像小师妹那样的好姐妹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想知道，你师父为什么要那么对你？你身上的伤疤，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。我在想，他怎么下得了手呢？青天，我只是心疼你，并无其他的意思。你要是不想说，我以后就不再问了。纵我不我，子宁不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他一个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话，或许是说给自己听的，又或许是他一生都在寻找什么。他太执着，以至于忘掉这个世界，忘掉自己，失去了生存的方向，终生生活在癫狂之中。是什么东西让他这么执着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即便他得到了，也不会快乐吧？啊，这又是为什么呀？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。即使他得到了，也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真的是好复杂，我不明白。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，看着他一生都活在等待里，看他一直等，
等的痴狂。青天，他那么对你，你不恨他吗？他打我、骂我、折磨我，或许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再也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了。他的绝望，他的寂寞，能够渗入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每次看到他一个人，看着月亮，看着远处发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看到他，我根本无法恨他。这么多年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我没有过过其他的生活，我所经历的种种，在我看来，只是理所当然。当然不是理所当然，没有当娘的会这么对自己的孩子。我娘就对我可好了。她并不是我娘。哦，对，他是你师父。好了好了，我不问这个了。那你娘亲呢？她不要我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在我记忆里，我爹、我娘、我妹妹，他们都抛弃了我。你还有妹妹？只是模糊的记忆而已。青天，对不起，让你想起伤心的事儿了。不，反而觉得轻松多了。这么多年，没有人在乎过我的过去。青天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以后，娘是不嫌弃。我希望你能一直留在太乙山。我们这可热闹了，你不会觉得无趣的。昨日少年，濯青山。